喂喂喂，屌！我今日睇到段新闻，喂，咩新闻先？系咪真系有霍格华兹啊？哇！呢、這个霍格华兹问题要问罗林啊嘛。但系我见到大陆而家有间魔法学院成立咗，令到我觉得好奇怪、啊。分校嚟噶，系咪啊？真系又系女人开嘅，咁巧嘅郭林，你啊，郭平。个蛋孵翻做鸡嗰个嘛，系啦，我以为真系魔法学员嚟噶嘛。呢个系精神念力，佢话用佢话学生心理唔系心灵念力，令到佢逆转咗嗰个走向。即系会唔会好似我哋今日睇到段新闻一样，即系烧我翻生啊？佢呢个好高效率噶，廿分钟到就得噶啦，即系仲快过你去炖蛋。喂，会唔会系咁样噶？嗱，我哋用仪器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回转门，咁咧我哋摆只蛋落去，跟住时空转移，跟住咧再开翻佢，逆反转啦，逆反转，跟住变只鸡仔咧，有可能噶，再唔系嗱，你搵个煲，走去买猪头、猪手、猪脚、猪尾、猪腰，跟住可能连你下面头先食嗰啲烧肉掉埋落去，跟住念一阵咒语就变乜鸡猪啊猪，系啦，冇错。喂，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咧，唔应该净系一间学校教咁孤寒啦、啊，应该就去医科嗰度教，咁啲医生咪哇返到还童咯，几方便，唔使开药添啊，系喎，死咗翻生啦，唔使咁烦啦，诶、哎，大陆成日有啦，睇下新闻拎啊，喂，真系神迹嚟噶，嗱，呢个系归功于我哋英明嘅领导之下，先会有啲咁劲嘅神迹。阿毛泽东嗰时都唔见有呢啲死人翻生。喂，所以点解嗱，大家明唔明啊？点解嗰度都仲要棺木相住喺度？就系终于等到今日啦，就嚟有成果噶啦，可以翻生。哦、不过咧，个神子咧就海内点嘅，到底系发神经嗰个神啦、啊，神棍嗰个神啦、啊，定系真系神奇嗰个神咧？我就唔知啦。但系人哋讲明我有量子力学、啊，我以为睇 X Man 添、啊。量子力学好平啊，750蚊搞掂。啊！你搞错咗，佢好似两页啊，一页系750蚊，两页加埋1000，唔好等本噶。喂，唔系、哦、买两页会唔会有字头先？我就唔知。仲要长期写、啊，系咪先？长期登。哇，咁长期客户应该收翻平啲啦，系咪先？老细，不如我哋都试下写下啦。呢、這个叫做咧写真地理啊嘛。咁我哋又谂下有咩科学嘅研究可以写上去。咁可能我哋又收到多啲嘅货金支持咧。唔使啊！御空而行，御剑飞行，元神出窍。唔系佢自己呢间学校嗰啲有教噶嘛？教土遁啊、火遁啊、火忍。喂，成本火影忍者直头登上去就掂啦。你咁样唔得，勾结外国势力，应该讲翻我系中国。角色嗰啲啊嘛，但我中意忍者联太郎。其实呢间系忍者学校啊，定魔法学校啊，定佢话自己系科学、啊？其实嗱，其实唔知系边样咧。科学只系将一啲未可以解释到嘅科学化啫。咁嗰啲盾其实都系科学，只不过我哋人类嘅科学未够进步，而我哋伟大嘅祖国进步到可以用科学实践到出嚟，系咪要拍掌先？好嘢，好嘢，好嘢！你真系唔止750蚊。土遁火遁我唔知道，我惊咧交学费嗰啲到时学唔到咧，校长借尿遁啦。喂，霍格华兹都冇讲，吓嗰阵时喺哈利波特都好似冇讲话要俾学费啊。吓，点解佢收60000蚊人民币一个学期咧？喂，教制度唔同，因为咧，霍华兹系英国噶嘛，英国系免费教育噶嘛，中国唔得噶，精英噶，有钱先至会教到你嘢噶。最重要，校长系有良心，佢到而家为止都话自己冇讲大话。喂，佢讲得系真噶，大佬，我哋变魔术都系咁噶，系咪先？嗱，你入咗嚟呢度，我哋个木箱里面我转几个圈，一开就唔见咗人咯，佢一样嘅啫嘛。其实唔系魔术，你魔呢个太贬义啦，系神仙法术。喂，佢呢啲道教嘅应该系，佢应该道教嘅咁样呢啲。梗系啦，我哋中国传统嗰啲咩？咩你有冇睇咩《还珠楼主》啊？都系咁上下啫嘛。即系你肯定佢就唔系 Marvel 噶啦，即系奇异博士嗰啲噶啦。都话唔可以勾结外国势力咯，你咁样唔得噶，知唔知啊？喂，但系佢话自己唔系法术嚟噶，你记住嗰本系《科学期刊》，呢啲系科学嚟噶。科学解释可以用科学实践到嘅法术出嚟，咪科学咯。系啊，最紧要解释得通，有解释嘅就得噶啦。最紧要解释得到。
不过唔系，阿郭平女士咁讲嘅，佢话而家我哋传授紧嘅嘢咧，除咗有科学之外，有量子力学，仲有脑念力，几样嘢捞埋个。跟住佢同个记者讲：我讲嘅你系唔明嘅。其实咧，同卫斯理做啲嘢都差唔多啫，都系嗰句，我佢做嘅嘢你唔明噶啦。你唔可以咁讲，大陆曾几何时卫斯系禁书嚟嘅，因为唔够 level 啊，唔、哎、够班啊，佢劲过卫斯理好多噶，知唔知？唔系，其实我哋中国不嬲都已经有咩啊？超人张宝胜啊嘛，有咩咁大不了啫？so easy 啦，隔空取物系嘛，跟住就喺个药樽嗰度跌啲药丸出嚟啊，跟住咩，仲会自动燃烧，跟住自动结冰。张宝胜就唔啱啦，你睇下而家人哋呢啲咁神奇嘅嘢，郭平作用英才咪系咯，有钱就可以教你。嗰阵时佢自己一个人独白独食唔得，自私。唔系咁，佢都要透过华国锋佢哋帮佢宣传，先有人知道。如果唔系，佢隐世修炼咗几百年、几千年，乜嘢都冇人知。咁佢啲徒弟咧去晒边啊？修炼紧咯。你估咁容易噶？吓咁呢个唔得，我几年制噶啫，呢间学校唔喂，佢几年制，佢跟住话你唔合格，咁深造咯，再深造咯，系咪？六万蚊一学期，一年120,000，系咪先？唔担保你合格噶嘛？系啊，你领悟力唔够。我谂多样嘢啊，佢哋呢个咧，嗰啲目标唔啱啊，啲学生，佢收到咁大个，你知啦，人嘅嘢咧，你嘅灵气最成日出世啊，应该 B B 开始收，佢由一出世幼稚园阶段读到去大专，应该就终于会练成噶啦。应该唔系。应该是胎教开始又是、哦、喂不是你没有听咩那时候不知道什么节目讲话要是赢在射精前应该是要爸爸妈两个一起计算时辰八字天话是啊哇即是说这个根本上就是灵婴附体然后先再跟他即是找个师傅再教咁咪似孙悟空，系咪先？石猴托世，跟住仲要啊喺菩提，即系菩提老祖点化之下先至哪吒都得，系咪？喂，咁样讲，咁今日可能仲要九代咩咩五世咩五咩嗰啲乜鬼咩灵童转世啊，仲要咩、哦、五世奇人啊、六世奇枪啊，诸如此类，咁多世嘅精奇啦。总之讲到尾，系啦，即系你咁样讲，即系个郭平好有可能唔系王母娘娘咧，就系、是、九天玄女或者女娲炼石补精天嘅，冇错啦。其实佢哋呢个呢盘生意好正，由你未出世开始咁样一赚咧，就可以赚几十年咁。哇！真系唔怪得知嗰千五蚊俾得抵啊！系噶抵啦！喂，大佬，你唔好讲人哋赚钱嘅，人哋收咗你啲钱，咁人哋最仲要做科研，仲要拜神装香，大佬系咪先？吓呢啲真系唔系讲笑啦！仲要个嗰间学校个地址，仲要系搵个风水咯。啊！扶机冚过，咦系、哦，有晒金木水火土五行互制，阴阳共通，跟住通埋九天十地，好明显就系嗰啲咧最大嘅洞天啦，系嘛？七十二洞天嗰啲啊，唔系系就系我难怪嘅，自从有咗呢一单嘢咧，我就知道点解习近平咧唔想你哋有宗教，因为你唔够科学，层次未够。鸡蛋熟鸡蛋都可以变鸡仔咯，咁你主耶稣基督、天主教、基督教仲边有得捞啫？你都仲要耶稣佢自己三日后翻生，人哋都唔需要廿分钟啫，系咪先？而家我煮嘢食有啲惊啊，我惊系我煮熟咗啲蛋咧，打翻出嚟又变翻生咁啊死啦！唔系呢样唔惊，我最惊你食咗落去喺个胃嗰度翻生。生只鸡仔出嚟啊嘛，咁即系同旧时细个阿妈同你讲咧，食咗西瓜位头顶生西瓜都差唔多道理喎。阿妈好科学化。鸡都唔系好大问题啊，鸡咁细啫，鸡仔啊，哇你整只猪嘅话，咁就真系唔点算，赚爆个肚。即系你好似你头先讲，食咗猪脚，跟住食猪心，跟住食猪肺，食猪耳，食猪头，然后再运功行功九大周天之后。个肚啊，多只猪出嚟。喂，其实你哋讲嗰下，而家似恐怖片桥段多啲。哦，都唔系嘅，都有科学嘅根据嘅，系咪先？即系当年嘅贞子电影啫嘛，佢哋啲咩魔咒啊，全部其实到最尾变成一个细菌病毒。喂，咁又系，佢好合逻辑噶，熟鸡蛋变翻生鸡蛋，孵出嚟嗰只真系鸡，唔系鸭。咁都合理噶，即系唔会丑孙鸭里边咧，即系捞只天鹅落去嘛。最惨系最惊最后咧，入到个肚之后再用。佢有能力将个咩遗传因子密码重新排列变成另一样嘢出嚟，哇！咁就仲犀利啦，真系，即系唔怪之 DNA 可以咁易改到啦。原来用呢个方法就得，哇！呢间学校真系犀利啊！其实系咪应该要拎呢一个国平咧去解剖去研究一下佢个
即系个脑嘅构造咧？我最紧要拍五集、啊，系咪啊？即系好似当年解剖外星人罗兹威尔咁，我可能系外星人度世、啊。唔系，咁佢唔止五集，佢十集添啦。咁样应佢应该系个脑部十集，唔系脑部五集，跟住每个心肝脾肺肾都五集，详细研究咁就可以解开人嘅咪地球嘅谜啦。解剖完仲要叫。